话刚刚的问题，同学问到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哎，老师，如果我现在这样执行 ，OK， 可以看到结果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哦，我现在呢，如果假设我直接在这边执行的话，像刚刚有同学就直接在这边执行这个什么跨工作表与物件执行，哎，发现什么？里面是空的，虽然有画里面的图出来，但是里面全部都没资料。哦，那原因何在呢？其实最大的原因就在这里啦，就是你注意看一下哈、哦，里面的那个什么，里面的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有指定什么？ 就是在这个画图表的部分哦，我没有指定是哪一个sheet，可是呢，里面有一些 range， 只要你看到 range 跟 cell 哦，前面如果没有放sheet物件的话，那它指的就是你目前的工作表。所以呢，里面会出错，就是没有 source data。为什么没有 source data？ 因为你现在这个 range 里面哦，它资料是放这里。 可是呢，你现在在这边执行，它在这一个里面找不到。比如说呢 ，A1 里面到 M1 里面是空的，然后什么呢 ？A2 到 M2 里面也是空，所以你会发现它里面画出来就空的。那什么的气温，在 A 栏里面也是空的，所以它里面抓到就空的。哎，所以合理。那怎么改？其实这样改了哈，因为我这边名称我叫全省气温，哎，这边有一个全省气温。 把这个先删掉了，我干脆改同样名称哦，把这边叫做全省气温，这边叫全省气温图表。那我可以怎么样？把只要看到 range 跟看到 cell 哈，那我就指定给它什么？给它哪一个工作表？所以呢，这边的话呢哈，跟他讲说哦，这个是叫sheet的，所以后面加一个点。这个啊哪一个sheet哦？我的坐标对。 哎，不过不对啊，我应该是以这边就好，这个地方不用，所以这个应该是抓这边的坐标就好了，所以这边不用加，要加的应该在这里。哎，我的资料呢在前一个工作表，然后我的坐标，我的那个哪一个啊车站的这个坐标哈、哦、是在前面一个，所以前面一个哦 ，OK 哈、哦，然后这两个变更啊，这个就不用变，因为这个就按照这边的坐标就好了 ，OK。 那我把它做删除哦，把这个删掉。那我这个时候再 run 的话，应该就 OK 了。哦，你会发现哦，哎，有了，有没有？资料 OK， 上面的名称也 OK 了。好、哦，所以特别注意哈、哦，就是说，如果你按钮的位置，因为刚刚同学有把按钮放在这里，如果你按钮放这里的话，那你就需要加那个sheet。可是如果说你将来的按钮是在这里的话了，哦，那其实你是可以不用加的。为什么呢？因为 假如说哈，你目前是在这个了，已经在这里了，那你就不用再跟他讲说哦，在这里的什么哦，因为你现在已经在台北市了，你就不用说哦，我在台北市的和平东路上面，你就说我在和平东路上面，人家就已经知道你在台北市了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取决于你是不是在那个工作表里面执行某一个城市哦，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哦。 尤其是跨工作表了，所以其实有时候跨工作表更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你要知道他们到底在哪一个工作表，甚至将来的话有可能有所谓的跨工作部了。跨工作就是不同的 Excel 档案哦 ，OK， 比如说不同档案可以交换资料啊，也是一样同样的道理哦 ，OK 哈、哦，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的小心。第一个哈、哦，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哈、哦，再把那个什么呢，这个地方哈、哦、乘以3。 那乘以3部分的话，当然我把它缩小一下，也许它的概念，因为像这样看的话，应该就比较清。啊，主要就是假设我今天第一个画在 B 到 K， 下一个从 L 开始，所以 L 之后的话呢，在我好像放不太下，也许你可以把它缩小一点点。好，然后假设 L 一直到10个嘛，2、4、6、8、10到 U 好了，哦，它再放这下一个，所以 L 跟 U， 那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做哦？大概可以这样想啊，也就是说哦，你将来其实可以跟哪个跟 I 的值做一个这个计算啊。如果说当这个 I 的值哦，假如说它减掉多少，减掉2好了，把它归零。减掉2之后哦，如果 I 从2开始哦，然后如果它的值呢？ 假如说呢，能够被整除的话了哦，所以啊，那个整除啊，就是除以多少？除以3之后，把这个刮弧除以3之后，等于多少呢？如果除以3之后哦，比如说这个减完0嘛， 0除以3还是0。如果等于0的话，那就是放在这里；等于1的话呢，如果等于1就放这里。OK， 那如果等于2的话呢，就放这里，有没有？ 0 1 2， 啊，下一个也是 0 1 2， 有没有？那就可以一直往后画了，有没有？啊，所以这边可能需要做一个逻辑判断哦，判断什么？判断这个公式之后的结果是得到什么？得到 0就放这里，得到1，得到2 ，OK 哦，所以程式有点逻辑比较相对复杂一些些，也许你们可以试写看看哦，这是我想到的方法哦 ，OK， 那至于怎么写啊，也许可以玩玩看啊，这第一个好，第二的话呢，再来就是网络爬虫部分，那跟各位讲一下哦，这个爬虫哦难度相对比较高，但是非常的好用，而且。 如何在那个 VBA 里面哦去实现哦下载网络资料哦？其实哦用 IE 物件真的是非常好用，但是有点难度哦。哦，那这个 IE 物件大概跟各位讲一下哦。其实它的主要原理很简单，就是呼叫那个我们电脑里面的 IE 浏览器啊。那你想说为什么不呼叫 Chrome 浏览器啊？当然因为啊他们不同公司的嘛，所以啊呼叫 IE 比较简单。 当然，可不可以呼叫 Chrome？ 我想应该是可以啦，只是说很麻烦哦，因为它本身 IE 已经就内建了，所以第一个我们把那个什么呢？把这个 IE 浏览器叫出来。那第二个的话呢，哈，就是把它里面的特别注意哦，这里面有个规则，我刚刚讲到哦，主要是抓什么？抓里面的 table。所以呢，我这边的检查之后有没有？里面主要是抓什么？抓里面的这个范围里面的一个叫 table 哦，所以 table 的这个标签里面的 tr 啊，所以你把这个展开之后，你会看，哎，这里面有很多 tr。那 tr 里面的话呢，哈，当然我除了 td 之外，哈，我还要把 th 全部抓下来。所以哦，我可以用什么里面的 inner test 把里面的资料抓出来。那当然，因为相对程式比较复杂了哦，所以我先直接拿这个程式来做说明啊。我到底怎么写的？我们大家来看一下。第一个的话，哦。 我刚刚有 run 给各位看，第一个的话，我先前面第一行叙述的话就清除里面的资料，好，所以我按 F8 好了，我逐行来跑给各位看一下 F8， 第一个 clear 有没有？把里面资料先清空。那再来的话，如果我今天哦想要把 IE 物件哦，就是 IE 呢浏览器直接把它放到 VBA 里面当成一个物件执行的话，很简单，叫做 create object。 也就是说啦，以后不是只有 IE 浏览器哦，以后如果你要，比如说 VBA 不能寄信吧话，你如果要寄信，你可以呼叫 Outlook application， 有没有？可以把 Outlook 呼叫进来，或者是说 PowerPoint 也是一样啊。你如果要把你做完的东西放到 PowerPoint， 你也一样可以呼叫 PowerPoint application。OK， 所以特别重要，你要不要 Internet Explorer 点 application？ 好，它会建立一个 set 还记得？刚刚有用到 set，set 就是说呢，把它变成一个物件变数。 IE 这个名称自己取的 ，OK， 所以哦，哎，这个时候呢，在记忆体里面已经有一个 IE 浏览器产生了，但是我们看不到了哈、哦，所以理论上呢，当然以后不会让你看到了。不过因为为了要让大家比较能够理解，所以我底下多写了一行，叫 IE 点 visible，visible 就是看不看得到，等于1的话等于 true， 意思说可以把它打开来 ，true 的话就打开来 ，OK， 你会发现哦。 但理论上哈、哦，我们通常是不会把它打开来 ，OK 哈、哦。那、啊、接下来做什么呢？哦，在这上面输入那个什么这个网址，所以我把中央气象局那个网址贴到这边来哦，然后其实用一个语法叫 navigate 来帮我连到那个网站上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就载进来了。再来的话，底下哈、哦、有一行啊，这个叫 application 点 wait，wait 什么意思呢？哎，因为哈、哦、你要载入这个网页需要时间嘛。 所以通常哦，后面加一个3秒钟，哦，不加的话它就会卡住啊。对啊，没错啊，因为哦，你还没载进来你就抓，当然抓不到啊。应该可以懂这逻辑吧？就是它因为是串流的关系，所以你要让它整个网页先load进来之后，你再去抓它。但如果它还没load进来，你就直接抓，一定会抓不到任何东西。哦，所以特别注意哦，这个3秒钟哦，不见得一定是3秒钟。 以后你也可以增加一些时间。如果你再抓又漏3秒又不行，那你就4、5秒钟，哦，甚至10秒钟慢一点没关系，总比你用土法炼钢抓来的快。哦，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 application 点位置是说让这个程式停一下，哦，像什么时候会用到？除了说像抓网络资料之外，像那个用 Outlook 哈、哦、，P4帮你寄信的话哦，其实也要让它等一下，因为之前有同学啊、哦，一下啪一下把大量几万封信寄出去，最后 server 就把它列为黑名单了。为什么？因为怎么可能一个人这么快的速度可以一下子在1秒钟以内哈、哦、把1万封信寄出去？怎么可能，对不对？一定是用程式的。那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应该什么？先 wait， 停多久啊？看啊，可能要看 server 啦，你停越久越好啦。哦，反正你在背后执行嘛，可能你就是停个1分钟好了，或停30秒钟，再寄下一封信，你就慢慢寄嘛，不要让 server 以为就是你是很快去寄这个信，那当然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哦，所以特别重要，以后啊、哦，如果你希望你的 VBA 可以停下来的话，还记得哦，叫 application， 这个 application 指的就是 Excel 本身。点位置后面就是现在的时间加上几秒钟啊、哦，点3秒钟，好，下一段。那、啊、再来的话呢，哈、哦，我刚刚讲过了，那这时候其实啊，你的浏览器已经载下来了，资料都在这里，所以其实啊、哦，如果你用 IE 浏览器抓资料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只要资料能够放在这个浏览器里面被看到的资料，通通都可以帮你把它抓下来，并且放在 Excel。OK， 那当然如果你看不到当然另当别论。不过理论上哦，如果放在浏览器里面可以看到，它太多了。OK， 好、哦，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找什么？找这个网页里面的 table。所以我刚刚讲按右键有没有把它检查一下？不过这边不是叫检查，这个有按右键这边又会有个 table。那我要抓这个 table 标签有没有？它、啊、其实里面哈、哦，我的习惯是把它复制一下，然后 Ctrl F 寻找 table， 它就出现，前面加一个小于。你可以看到哦，这个网页里面到底有几个 table 标签？你会发现一个有没有？只有一个啦，所以哦，我们就是抓那一个啊。通常呢，它的编号索引从0开始，所以哦，那么一个抓这一个就对了，把它抓下来。所以哦，底下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现？我们用 IE 物件哈、哦，它里面有一个叫 document，document 就是那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叫 document，document 里面哈、哦。等于是说，这个应该可以把这个网页了哈，这个网页的整主体哈、哦，它里面的话呢有个方法叫做 get elements，elements 就元素哈、哦、，by tag name，tag 就是 HTML 里面那个标签，啊、标签名称就是 table 嘛，所以意思就是说哈、哦，哎你帮我找一下、哦、这里面有没有叫这个的标签小于 table 这个标，有的话呢帮我把它载回来 ，OK， 所以哦我们这一行找到之后的话。就把这边找到了，再来的话呢，找到这个标签里面啊，也就这个里面的所有东西我已经载进来了。好、哦，那再来的话再找什么？找里面的 tr， 所以哦，把这里面啊 tr 不止一个，所以哦，我们就给一个变数叫 trs， 这个变数名称就是从这个 table 里面哦，再帮我在里面找看有没有 tr 的，哎，帮我找出来。OK， 那找到之后的话呢，哈，并且帮我把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有没有 tr 一个一个帮我把它抓出来？可是问题哦，其实这程式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什么？一般应该里面都是 td 啦，可是它就是一个头叫 th， 其他叫 td， 这就是比较麻烦。那怎么办？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了哈、哦，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0，因为它的编号也从0开始，到 trs 这个列里面的总长度减1，因为编号从0开始，所以最后长度一定是减1哈、哦。然后 set 什么呢？如果它里面呢有 th 的话，那就帮我抓 th； 如果它不是 th 的话，就帮我抓 td 啦。不过哈、哦，这程式你会发现写的是有点复杂哦，而且在里面又有一个回圈，所以这个里面其实只是判断什么？判断它里面是 th 还是 td。另外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啦，这个地方1月按右键检查一下，你会发现哦，这一列里面哦，全部都是 th， 所以哈、哦。我这边的判断是说，如果呢，它那个 TDS 哈、哦，这个 TDS 指的是抓那个 TH 哈、哦，如果是大于1，表示说它一定是一个以上，那应该就是1到12月这个地方的资料，那你就帮我把它抓到哪里？抓到1到12月的地方，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哦跑一下，你会发现第一次的话一定是会跑这里 ，TDS 这个哦长度应该是12吧哈、哦、，OK， 那应该会大于1。所以呢，我就把这里面的资料1到12月把它放到这里来。那你会发现，第一个是空白的，因为里面没东西；第二个是1月，有没有？第三、二、三、四啊，分别把这边呢，通通都1到12月就抓过来了哦。这边的话应该是1到12月，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抓什么？抓再来应该就是抓底下，哎，有没有大鱼？应该没有。淡水的话呢，只有一个 TH。 那怎么办呢？先把 TH 哦，所以底下逻辑是处理底下的哦，所以把那个 TH 部分先抓过来，然后呢，分别把它里面的 inner test 里面的资料哦，把它抓到这边淡水好，然后换下一个，下一个的话呢，就是它的气温部分，就一个一个帮我抓过来，有没有 ？OK， 那底下都一样了，所以把它全部执行。跑完之后有没有？到这边我先中断一下，哎，全部跑下来了哦，很快有没有？但是呢，哈，有几个地方不 OK， 这两栏不要，这两栏如果不要的话，那你可以写 columns n 到 o 有没有 delete， 所以这两栏不要，这个时候呢，把它 delete 掉啊。最后栏宽哦，因为会有宽有窄，所以呢，最后再加一个 columns 点 auto fit， 指的什么？栏宽自动调整啊。最后啊，因为 IE 现在还在 run 有没有？那你要怎么把它关掉？很简单嘛，底下有个什么？IE 点 quit 就是帮我把它关闭了，它就关闭了。OK 哈，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啦，其实 VBA 很多哈，其实可以呼叫很多外部的程式，做完之后把需要的资料通通抓过来，但是哈，可能难度会相对也比较高啦。最难的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话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针对什么？针对上面的实际发生状况哦。OK， 所以哦。上面这些呢，主要是处理什么？处理月份的部分哦，所以你们可能要自己看一下这个程式，这个 TR 有没有？就是这一列啊，哦，它里面都放 TH。那底下的话呢，全部放一个 TH， 底下全部都 TD。所以哦，当然呢、哦，我这边是我按照我看到逻辑写啦。如果你觉得还有可以让程式更精简的话，哎，也许你可以自己把这边再把它修改一下。OK 哈、哦。那请各位试试看，我刚刚的程式放在底下哦，可以刚刚这个比较难啊，所以你们干脆直接拿来贴好了，好在这里，好15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哈，你们可以直接拿来贴了哦，然后自己稍微修改看一下这个程式部分哦，甚至将来可以拿这个当范本都没关系，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范本，网络应该是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个范本哦。